同学大家好，我是简淑华，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在空中分享投资知识的美好。今天我们所邀请的特别来宾为宝源财经管理顾问公司执行长，也是五子登科财富教育集团的区域董事孙乃先孙董事。孙董事你好，嗨，简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孙乃先，Steven。今天很高兴又来到了空中与各位同学探讨投资的奥妙。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与同学们分享的是投资的风险与报酬面。那这个单元的目标有四：第一个，我们来认识风险与种类；第二个，我们知要知道报酬与停损停利点；第三是复利的时间效果；第四是实用的投资法则，如七二、一百及八十二法则。首先，我们来探讨风险与风险的种类。那什么是风险呢？ 其实，风险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呃环境之下，某一个特定时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就在某一段的特定时间内，人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与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所产生的差异，我们就称为风险。那风险常见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定义强调的是风险表现它的不确定性。 另外一种定义则强调风险表现损失的不确定性。广义的风险定义呢，若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的话，说明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获利或无损失也无获利。那金融风险就是属于这一类。而我们风险的特性又是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们有请孙总来帮我们做个说明。好的，没问题。风险的特性呢、啊，一般来说。 风险发生与存在都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个，具备不确定性。风险是否发生呢、啊？何时发生及造成的结果，其实都是属于不确定性，因此其所致的损失也都是不确定性。第二个，有损失的可能，有造成损失的可能，有才这样的损失才会有风险的存在，或已经确定损失不会发生。 或已经确定损失必然发生，这些都是无风险可言。第三，风险是属于将来性的 future，它不是当下和过去，所以它需要为将来所发生的可能作为准备。若为已经产生的损失，则风险就已经消失了。因此，针对上面的三点，我认为风险的新概念在人们投资力学中就举例了一个叫撬动风险的杠杆。 与技术撬动的轴点，我们知道杠杆中间就如同这个锁示，中间有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讯息与技术，撬动的力度就是个人的实力和资本，被撬动的福袋，它内部蕴藏的就是报酬、风险和机会。至于风撬动风险的那个棒的材质和粗细，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怎么样？ 专业的学习和管理，最后透过了讯息的联动，一手撬动理想，获得报酬就不见是个难事儿了。好的，这风险的新概念跟我们在第一讲当中所提的四则运算调节器呢，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投资范全范畴当中呢，风险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系统风险，一个是非系统风险。那这两大类，什么叫做系统风险呢？ 所谓的系统风险，是指的是不可预测和规避的风险，这是来自外部或人力不可抵御，而且是突发的风险。那不是个人或企业能够轻易阻止或消弭的。它它来的突然，而且是巨大，通常包含巨大的损失跟危机。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无法完全依靠投资组合来降低损害的风险，也是不可掌控跟避免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风险叫做非系统风险，可预测和预防的风险，这是一种属于个人或企业内部人为的一种风险，它可控制，也可以透过投资组合来降低损害或规避风险。相信同学们对系统风险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那在探讨投资学当中，我们比较少探探讨到了就是策略风险，但策略风险在实务上又相当的重要。 一般人谈到的风险都是以规避啦、风险分散、哎、分散为上策，但是策略风险却是以较正向、主动晋级的方式呢作为依据，因为我们不能一味的规避风险，而更应该更正向的看待风险，透希望透过风险来创造机会。所以呢，我们是否请孙董来帮同学说说策略风险该用什么角度来正向的看待风险呢？没问题，确实，策略风险。 和一般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个人或企业呀、啊，为了主动创造更高的报酬，他会自愿去接受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样的策略就是策略风险，而策略风险和可预防的风险是截然不同，因为其本质出发点它不是负面的，它不是 negative，而他预期将会要得到更大的报酬，他就必须有准备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会采取基础的控制模组。 来进行投资，期待有效地降低假设风险成真的几率，更积极加强业绩风险发生的能力。我们举个例子，英国石油公司它接受了墨西哥海下一二十海里这样的一个海床的钻研，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高度风险，但它不是风险报酬。 这么简单的问题，它可以集结整个的技术的提升，可以集结了整个生态的合作，这样的一个策略的风险，对一个集团比获利都来的重要。第二个，我再举一个例子，亚洲现在炒得最的最热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策略的风险，这样进行，不管从海上或陆上的思路进行，势必中国在面临到这个政策同时，它要它会面临到许多策略的风险，举例汇率。 国际合约、国际标准，需要与大国的寻求合作，以维持稳定的履约。同时，它需要解决资金流动的问题。此外，人口的流动、疾病的流行、生态的维护，都是它必须审慎注意的课题。所以，我常跟伙伴们分享，策略风险他在意的不是报酬的获得，而是创造了。 三 d 立体生态合作共好这样的投资策略就叫做策略风险。这样的论点真是太好了。我们用正向的方向来去看待风险，一般人都会惧怕风险，但是风险其实它是可以转化为正面能量的，并带来机会的诞生，而并非都是具有伤害性的。那我们这个部分就请孙董来帮我们分享，要如何将风险转化成报酬，并将危机转成转机呢？是的。 风险风险，有风必有险，有险必有机，有机必有会。所以这边说的很好哈。首先，我们就来用一个理论来套入，大家可以了解。我们把它称之为风性质理论。风性质之所以在这边引用作为引用的一个例子，因为风性质的生命的旺盛力，它的球茎可以蹲然。 存放了三到四年，只要在对的时机找到它适合生存的利基，比如湿气、阳光，它就可以再次绽放它生命的怎么样燃烧。所以这边引用过来，我们认为其实风险的发生其实并不可怕，也因为有风险才会有几率有获利的可能。所以一旦你如果我们来学会了如何将风险去做分辨和转化。 其实，进而就能够达成人生的理想与梦想。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图面所示，风险通常我们会做转化的过程中，会包含下列这几项。第一个最重要叫风险辨识，这个也就是风险管理中最重要的步骤。若能够通盘的了解，在我们所属的环境和经济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做好了解的话，我深信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最安全有效的管理方式。 第二个风险的衡量叫 risk measure，风险的衡量相当的要科学化，在学术上我们常会用标准价差、标准差的衡量方式来作为衡量的尺度。第三个风险的规避，这个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变更计划来消弭风险，保护原定的目标不要受到风险的影响。第四个风险的转嫁，将风险移转到。 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典型的代表就是 insurance 保险的规划。第五个，风险的分散。从投资的角度看来，将资金配置在多项的资产，我们简称叫配置 （portfolio），依照风险的程度，还有个人的属性，做好报酬率的相互搭配，形成投资的组合。一旦做好这样的规划，我深信，再具有挑战的风险，对我们来讲都是可控的风险。 最后，也就是风险自留。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在进行投资过程中，必须要拥有自己对抗风险的怎么样条件能力。我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资金和资本，这也就是在对抗风险中最大的筹码和变更的弹性了。事故，一旦针对风险的不确定以及对企业个人影响无法去掌控的时候，风险也就必须。 跟随在我们的周遭而无法控制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风信质这样的一个理论，让大家学习转化的重要，转化再生的重要，这样子，我相信对各位在投资过程中是愉悦、是快乐，而不会有恐惧的。OK，谢谢孙董这种风险转化的理论。那除了风信质的理论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转化风险的配置指标，它叫做芭蕉扇风险转化。 报酬转化配置指标这样的说法呢，是说用于有效降低风险，进而掌握风险。这就是什么是芭蕉扇风险转化转化的那个报酬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请孙总来帮我们做分享一下。你看，讲着讲着，芭蕉扇就出来了。话说芭蕉扇出自于《西游记》的铁扇公主，她拿着芭蕉扇，她拿着芭蕉扇。 可以去化险为夷，因为风险转化不但是重要的指标，最重要是能够将你的风险做好规划的策略。这就是我们讲的芭蕉扇的规划指标。那么这个故事呢，可以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没办法善用芭蕉扇的威力的话，它会打翻我们财富积存的稳定和实力，最后吞噬了财富。 和打乱了企业永恒经营的这样的步调。芭蕉扇，我们这边设定的有八片叶子，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帖良方，一个良好的财务规划策略。若能够正确正向的使用，我深信会带来良好的运用效果。那么，倘若不善于使用或忽略执行，那就灾难无比，打翻积存财富的可能性，最后吞噬了财富传承的计划喽。 那么我们据说啊，芭蕉扇之所以这么样的神勇，因为它可以扇出水汽，水能克火；它可以扇出火气，火能克金，水火并融，无法无不能够解决之困难。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会善用芭蕉扇的怎么样呢？助燃解决问题的特性，一一的策略定定好，相相信对各位的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忙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图片，这八片叶子。 我就不逐一的来做阐述，但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梦想理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位的同时，我们要先达，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第二个要设定达成的目标和所需要投入到的成本还有报酬。第三个，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做好辨识和求证是很重要的。那这边我会加强补述一下，今天非常多人在投资的过程中都会遭受到失败或被骗或。 造成财务损失、本金的亏损，是因为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商品后面控管的机制、控管的机构、它的真伪，还有它必须存在的风险。这一点当你们做到的同时，也就如同走在钢索上，是非常的危险。当然，第四点搭配资产配置调色盘，之前我们也提过了。那这边我们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第五项。 负相关系数的投资商品的配合，什么叫负相关系数？债券我们会在后面会提到。当市场利率和债券的资利率相反的同时，如果你配比了一个不同的投资工具，其实空投多投你都有获利的好处啊。好，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这部分都能够做好规划，我深信一个良好的投资组合，在它的标准差范围能够控制好的情况之下。 我深信会创造不错的投资报酬的，也会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梦想被实现。当然，企业发展或投资也要注意当下的景气循环。那刚才的提到的停损停利，也会在我们稍后会跟各位分享。这第七点，也就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停损停利的管控机机制，不要因为一一时的茫然，让我们积存很辛苦的获利荡然无存。 最后，也就是我们刚才在我们所谓的方程式下面的分母固定性或非周期性的检测和修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喽。好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风险转化指标。所以呢，希望同学们之后看到风险，不要一味的呃只想要呃分散或者是呃负向的看待它。其实你可以用更好的态度呢，就是更正向的方式去看待风险。 好的，那我们介绍完了单元一的目标一风险的种类和风险的转化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元看一下单元目标二报酬与停利跟停损。那停利跟停损，其实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其实应该具备有回避风险的倾向。如果投资人要将资金投入风险性较高的资产的时候，通他通常会必须要求该资产能够提供较高的预期报酬，那这是所谓的高风险高报酬。 而报酬指的就是在一段的投资时间之内，一项投资所能获得的总收益或总损失。通常高报酬的投资多伴随着高风险，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高报酬伴随呃伴随着高风险，而并不是高风险导致高报酬哦，这点同学要特别留意的。报酬呢，我们又分为两项，一个呢是预期报酬跟实际报酬。所谓的预期报酬，指的是在 我们采行投资行为之前，用来评断该投资完成之后可获得的利益，而且是由于只是假设性的状况，所以它并没有实现的。而实际报酬呢，指的是在采行投资之后，实际可以获得的利益。那这个部分呢，就很像那个刚刚孙总讲的。 有风就有险，有险就有机，有机就有一样哈，可以解释风险跟报酬它是相依的，风险是生成报酬的前提，而报酬又含有风险的成分。这种风险转化在食物上，可以呢，请孙董来分享食物上的做法吗？当然，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芭蕉扇风险转化指标中啊，我们又提到了颜色停损停利的管控机制。 其实这边最主要诉求的就是投资纪律。停损与停利，所谓的停利点，就是当买进股票后，打算赚到多少钱将股票卖掉 （selling）。停损呢，就是当股票跌了多少，投资人你必须要认清当时的状况出场，少输为赢啊。停利停损点都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的，但如果依照个人的投资格个性来看，如果 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通常我们是建议五趴正负作为停损点，也是作为获利的停利点，然后再搭配了移动的平均线作为动态的调整机制。这个时候，深信各位您赚的钱绝对会牢牢的为您锁住。相对的比较稳健、积极型的投资人，我们会建议您将投将停损停利的设立点设置在正负十到十五趴。 再配合刚才我们所说的动态平均线的调整，那这么一来一往，我深信停损停利不会将你的本金吞噬，可以将你的获利保有，这是多么好的机制的、啊。OK，谢谢孙总帮我们介绍这么实物与新颖的报酬与停损停利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单元三所谓的复利的时间价值。爱因斯坦说过。 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原子弹，而是复利加时间。那所谓的复利呢？其实呢，就是爱因斯坦也说过，复利是第世界上第八大奇迹。那复利在实物上也有著名的案例，也就是诺贝尔基金会的操作这个部分。因为呢有这样复利，所以诺贝尔基金会操作很顺利。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请孙总来帮同学分享一下实物上诺贝尔基金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没问题。 诺贝尔基金会，大家耳熟能详。他的出发是要奖励对人类和平、科技、医学各方面显著的卓越的这些人的奖励，起源于瑞典。那么，我必须来分享一下诺贝尔基金会当初如何由一开始走到衰败，甚至差一点 close，最后又经过了整个协会董事会的探讨。 在做了一个资产的配置，重新从谷底翻身，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在一九五零年代，诺贝尔基金会为了降低资产，它所面临到的风险，采取了一切超低风险的投资工具和策略，不敢追求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很快的导致了资金的严重的缩水。此时，听了非常多的专家的建议，他们采取了两种方案。 一个叫专业经理人的管理，一个是宏观的投资，也就是刚才我跟各位分享的多项度的资产配置，这两种带给了他们的这么无限的机会、报酬、利息与红利的派发。经过了六十年来复利的 c o m p a r n d i 在这样时间的冲击，从三百三十万的美金快速爬到了四点五亿这样庞大的资产规模。 让大家见识到了复利如爆炸般的威力呀、啊！各位伙伴，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到了诺贝尔基金会从衰败中再次爬起，其实给我们每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现在看看这上面的图片，诺贝尔基金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第一个，他们采取的配置从极度保守的。 组合跳升、跃升到了是多向度的资产搭配。如果他们只单纯购买了债券、存定存，我深信在现在通膨快速跃升的同时，获利还追不过通膨的速度，这样的钱就像一个钱袋，慢慢泄了气，泄了气，未来一切的理想就不用实现了。第二个。 在前面的一讲，我们跟各位报告，任何的投资不需要计较与比较，因为人天生下来就有他的怎么样绝对的独特唯一性。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马斯洛，我们之前也了解了马斯洛的需求，任何人的需求理想要满足，是必须要共同的沟通协调，所以搭配专业人士，还有家人的理想的互动是很重要的指标。 那么，诺贝尔基金会今年会一次再从谷底爬升。他们也接受了专家的建议，将基金会的诉求和专家的建议融合为一，所以这样东西也再次让他们从谷底可以翻身起来。那第三个启示，也就是我们说，必须要注意资金未来的创造价值性。那如果我们今天在做投资过程中没有一大笔钱可以做， 投资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定期定额的小笔的投资，它也是可以让我们累积梦想、完成理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复利的威力是这么的强大、啊。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投资非常实用的法则，包括七二、一百及八十二十法则。那我们刚刚都知道了复利的秘密，其实是时间跟投资报酬率，两者当然都是越大越好。 但实际上效果有多大，其实是很难有感觉的。而七法七二法则就是一个简单了解复利效果的公式。虽然公式中未包含手续费跟风险等等的因素，且存在一定的差值，但它却能粗略而且非常快速地估算出在稳定的报酬率之下，投资它可以翻倍的所需要的时间。而七二法则的计算与应用，其实它都不难。 只要我们能够知道年复利率是多少，其实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换算出资本翻倍的时间。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底下的图表，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呢七二法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年利率是十 percent，那我们呢七十二除以十就代表我们七点二年是可以翻倍的。那如果我们的报酬率年报酬率是十五，我们就是七十二除以十五。 我们四点八年的时间，我们的资本就可以翻倍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契二法则在学理上我们是如此的运用。那在实物上呢，是不是这样呢？孙董在应用上是这么简单吗？是的，各位同学们，没错。我们都知道复利的秘密是时间和投资报酬率，两者我们都希望越大越好，但实际上效果有多大就很难有感觉了。 而七二法则就是一个很简单了解复利效果的公式。虽然公式中未包含手续费和风险等因素，且存在一定的差值，却能够粗略且快速估算一下，在稳定平均报酬率下，投资翻倍所需要的时间。让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钱存放在银行，每年派息两趴。 根据七二七十二除以二得出来的商数是三十六，也就是每一百块经过三十六年变成两百。如果以现在的银行是一趴，一百万存七十二年会翻成两百。各位，我们已经退休了。那如果我们翻再举一个第二个例子，我们如果选择了 blue chip 优质的蓝筹股基金，或者类似中华、红海、台积这样每年派发红。 鼓励可以达到六趴八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机油公司，我们举例六趴，如果用七十二除以六，得出来的商数是十二，也就是每一百万经过十二年将将会翻到一倍。这么一来一回，七十二和十二，各位投资虽然需要时间，但人生的生命有几回的七十二年呢？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伸进七二法则是一个粗略的计算方法。 当然，这时候要了解个人的投资属性，我们可以用一百法则。所谓的一百法则，就就是用一百减去自己的年龄，就是风险投资占总资产的最佳比例。举例我来说，我今年五十，一百减五十就是五十，也就是我个人在投资的配置和比重上，参入或参与比较高度风险或投资风险较大但报酬较高的比重。 不能超过五十趴，各位学员，这样是不是比较能够贴近我们的意涵呢？所以呢，伴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人的风险承受力是会不断下降的。这个方法，我们深信可以对您和您的家人，可以迅速算出自个人资产配置的比例，因为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好的，那我们七二法则跟一百法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实用的投资法则，就是八十跟二十法则。八十二十法则指的是在原因跟结果、努力跟收获之间，其实它存在着普遍存在的一个不平衡的关系。百分之八十的付出，只能带来百分之二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世界上并不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对等方式在做运作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孙总，你还记得我们第一章所讲的八十十五五的这个法则吗？是的，记得。所以八十二次法则和八十十五五法则其实是可以相呼应的。我们知道80，百分之八十的报酬绝对来自于百分之二十正确投资工具的选择和搭配。那么，八十十五五，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人都知道投资但15，但百分之十五的人知道。 如何进行投资？但百分之五的人他知道如何适性定位、选择良好的资产配置，做了聪明的投资。这么一来一回，就会产生极大的差异了。好的，同学们，我们都清楚了投资的风险与报酬了吗？风险其实它不是绝对的不好，适时的承担风险，学习将风险转化为报酬，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孙乃先孙董事长带来同学这么精辟的风险报酬的实物分享。那我们将会在第三章来探讨投资工具。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期待下次空中见空中。